也不知道搁哪整了一本新一拳的小人书，每天练习劈、崩、钻、炮、横。书里面也没有写内三合、外三合的要领，只写了拳打千遍，其义自现。我凭着感觉和练拳的基本功日常练习，果然练了一个星期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如果网上的键盘侠和真正知道三合的高手们，赶快私信和评论我，也可以转发哦。下期带领大家领略我自己都蒙圈的八卦掌。